二零零两会为着要迎接每年一个情人节，伫只酒桌头前的草皮顶冠有挂上只鲤鱼旗，小朋友会当伫只草皮顶冠来佚佗一个欣赏。另外伫只电视馆一个葡萄园内底，分别冒只大型的我爱你一个2014看板，这男女朋友会当伫只来翕相做纪念哦。又个特别景点，这是台湾酒桌今年特别营造的新景点。透过游客会当熟悉地方的产业甲文化，上个重要是透过新的景点和游客留下深刻印象。因此今年个特别打造了这鲤鱼旗，夜风安尼吹叮当，看起来是真水。小朋友伫这草皮上来耍，也是耍了真欢喜。好玩吗？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。啊，有没有跟鱼拍照？有。是哦。啊，那鱼有没有很大？有，哎，抓得到吗？嗯，有时候抓得到，有时候抓不到。觉得这边风景不错啊。哎，然后再来，在南部这边，我本身是彰化人啊，在南部工作，然后在南部那边就有听说这边不错啊，所以利用放假，然后回来这边来看一看。哦，不错了哈。对对对。啊，像这个鲤鱼旗。哎，对，今年特别增加了这个鲤鱼旗啊，还有一些意象。不错，都可以让小朋友都来拍照。大家好，今年2014年呢，在二林镇农会台湾酒窖这边，我们新设了三个很特殊的景点。一个是呢我们的鲤鱼旗，那因为在二林这个地方呢，北风是很强的，那我们这鲤鱼旗呢会随着北风这样飘啊飘，非常漂亮。除了鲤鱼旗以外，为了配合男女朋友留下深刻印象，也够见证到两个人的爱情。今年特别打造了我爱你，也够2014看板。另外这两位男女朋友看到了就是为翕相做纪念，比如说造型会当恭喜真特别，一个是我爱你，另外一个是爱你仪式。在台湾酒窖这边呢，我们今年设置了一个2014，那今年很特殊，刚好是2014年，也就代表着说爱你仪式。那我们所有的那个我们的情侣好朋友们呢，我们可以来这边拍个照，然后互相证明一下我爱你一辈子哦。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来这边，那这里有非常大的广场，还有我们非常漂亮的花，在这边有做一个陈列跟一个种植。那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台湾酒窖过年期间，然后大家可以来这边游玩跟休息。春节期间来到李林地区佚佗，一定爱来台湾酒桌试试嘞。听讲会当和你熟悉李林各行都特产以外，这鲤鱼旗下卡小朋友可以当尽情来佚佗。大型的我爱你，也个爱你一世的看板头前，可以当翕相，做伙来见证两个人的爱情。就是新闻小编凯，李林报道。